他妈猴子三个人头开局啊！我皎月一级没战斗力的呀！妈三个头开局，他估计还带了寻宝，回家直接1100了，直接1100。 不会打吧？这个线太多了，反蹲一下都。 猴子应该是要去自己家红开上开的吧？果然是红开，刷了16个，直接战锤，装备练好，刷的好快啊！ 左一不知道有没有交闪，应该换了一个，没换到呢。来来来来来，有机会。 真的有这么稳吗？我操！啊！ 有这么，啊，这哪来的眼位看到我在 F6 这里偷野外？哦，这石头人啊，河道，哦，这里的眼位看到我了，我干，不过还行，这波很赚了，这波猴子大人头死了，一换二，很赚。 我们要从上往下刷了，太稳了，太稳了！剑姬交了个闪现，剑姬给了个闪，这波对面挺会的，我觉得猴子会来抓鳄鱼啊，真感觉会。 稍微给点压力吧，给点压力就直接走了。因为他这波没回家买装备，身上钱很多的。OK， 猴子漏了，偷5 F6。
级。我怎么没到六啊？漂亮漂亮，勾引的很好。小龙我这波不动，哎，动了吧动了吧，这我敢算了，我不敢打，我觉得我打不完，真打不完。我没闪现，他们复活了，队友帮不了我打。我这波动的话，他们如果出来往这赶，我这波炸了，直接炸了。稳一点稳一点，没有必要打小龙，太风险太大了。大猴子出门直接赶，一定能来得及。一定能来得及的。我还是准备过来打先锋吧。稍微等一下中单大招，猴子的位置呢？猴子没在上，而且所有人已经被清掉了，所以他是出门从上往下刷的。从上往下刷的，有没有可能在打小龙啊？他哦，在蹲鳄鱼，那蹲的是真挺久，蹲了真挺久，蹲了得有一分钟啊，蹲了一分钟，有点牛逼。细节，行吧，抓了个闪现。神分了呀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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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起来了，对面应该打不过我们了。吃个塔皮，这塔皮不吃，没有任何道理，吃就完事了啊！
AD 没过来呀，不过应该能收，应该能收。他们没有后续的，还行吧，我450一换二了，好闪！哎呦，还有神分。在这疯狂拉扯猴子，我觉得你要被 一棒子敲掉，这一看就是要被一棒子敲掉呀。能拖住吗？你别过来啊，杀了，兄弟。剑姬空蓝了的，他过来给剑姬闪现 Q 了个破绽，还回了个七灵神弦，他带了七灵神弦回蓝了，这真的是可惜了。不用，他真不用过来的，剑姬要么交闪跑。因为他手里已经空蓝，已经 Q 不到我的破，已经没法打我的破绽了。我过来给他戳了一口那个破绽回血，那么太难受了。小龙吧。杀戮线不吃吗？不吃我吃了，先放二十秒。说实话，这个先锋没有那么好打的，不好接。对面除了左翼这个点，其他几个点的发育都不差的。还想操作？回家中药，中药再出影院对吧？影院重伤这把，中伤这把我不买，我不想买。重伤看哪个队友能买一下。小炮买影魔刀的，应该能走。有人吗？
是月亮的选择。可以打还不？鳄鱼去带下剑姬，上高吧。够了，够了，兄弟，这个干嘛？怎么蹬鼻子上脸了？什么情况？蹬鼻子上脸，直接一波了，发生了啥？牛逼！